那我们要做个观肋骨的动作。那怎么观肋骨呢？就是你先吸一口气，然后再呼，把气吐得扁扁的。观肋骨的动作，那怎么观肋骨呢？就是你先吸一口气，然后再呼，把气吐得扁扁的，吐到没有气之后再呼呼呼呼呼呼，推一下，这样就是观肋骨，然后跟缩小，观肋骨，一般没有用的姿势。把气吐得扁扁的，吐到没有气之后再呼呼呼呼呼呼呼推一下。先看它的颜色，颜色来判断，它应该是你要先判断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这个包包的材质，捞捞的，这个一看就知道是环境不是特别好。对对对对。而且它选这种材质就是特别怕脏，这个很容易脏哎，这种颜色白色。而且看它皮还会起毛球。对。哦，来来，那可以看里面的，来到里面来看看。哦，闻一下味道，闻一下味道。哎呦，好恶哦。我要闻它干。你闻到什么？好臭。有个 handy 像话吗？这个是，而且这应该三天，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可能是他练武用的。哦，哎呦，还没洗，可能没洗，这个真的练武用，怎么会有这个原味的？宗教信仰对不对啊？胡啊呢？哦，还有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这里面可能会比较那个哦。哎呦，化妆包，化妆包啦，那个没什么好看。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哎，说不定不是装化妆包的化妆品，去看医生了。哦，我不想讲，里面有一个保险套，还有看医生的，你看看看到了哈，保险套有没有看到？抓到了，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没有啦，那是泡面的那个调味包了。哎，这个看神经内科呢，核磁共振东西，哎呦，有结石啊，太科哦，而且当天就取，看不懂啊，我当天就取出来了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陶笛，不要吹人家笛子啊，你是国小生哦。好了，陶笛有没有？你们吹同学的笛子，没有带才要跟同学借。哎呦哦，哎呦，怎么样？信用卡。天哪，看他这个化妆包里面都生菇发霉了，生菇了。其实这个人里面还好，他主要是脏在包包了。对，包包还好，人家是木那种垃圾哎。对，木条啊，歌曲木啊，这是金子啊，他怎么到处哎够金做啊？超可怕。哎，早安！我要带个 GoPro， 可以，这样才可以拍的。哎，不要关门，不要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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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不是太早来？太早来，还好，还好吧。因为我都睡到这时候。你都睡到这时候？现在已经下午六点了。哪有？那我们可以进去看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好。你完全没有征求我的意见。可以啦，给我们看一下而已啊。所以你刚起床？对。哎呦，难得看到女神素颜的样子，这是储藏室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。就是我的室友，他就是刚搬在两个月，然后他还没有时间整理这样。太糟糕了，现在只要有什么，只要是脏话，全部推给室友，对不对？各位观众朋友，紧张时刻来了，重要时刻来了，好不好？女神的房间到底长什么样呢？我们马上来看一下。哒哒哒哒哒，哦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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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所以这边都是。东西会不会有负责吗？就是家居服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男人的衣服在这边呢？为什么？然后有时候如果有些人要过夜的话，要准备一些衣服给他。我马上就换上，刚好是我的 size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柜子。这个是饰品吗？对，就是饰品区。是你的床？对。可以躺一下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女生的床，房间好舒服。看一下浴室，女生的浴室跟厕所，
一样，两只牙刷。哦，对啊。对啊。发现一个奇妙的东西，有碗跟筷子，而且里面还有符咒哎。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信仰的关系，我比较体质比较敏感一点，那如果不舒服的话。就要烧符，然后就先加一半冷水，再加一半热水，然后放阴阳水，对，然后放在泡澡的那个泡澡池里面。这是我更衣室。更衣室。嗯。好多衣服哦。对啊。全部都你的。这一个不是我的。这外面是什么？阳台。露台。哦，你有在骑脚踏车？没有，是我室友的。哦。OK， 那今天谢谢我们的女神鸡汤家。还好鸡排妹的房间没有脏乱到让人心碎，合理个仔哦。哎，这个房子是租的还买的？租的，没那么有钱。多少钱？它室内33坪，然后有两个阳台。在哪一区？我就可以。南港这样，南港蛮大的，那等于4万左右。没有啦，它还有一个10坪的露台，一个5坪的阳台，这样子，3万块。哦，三四万。几个人住啊？我跟一个室友，他是我。认识10年的国中同学，哦，男的女的？女的。下次可以找他来上节目啊，就同居人的单元。啊、真的吗？室友就来上节目，那我一堆亲戚要不要来上？宅界红人，觉得你符合的上来，来直接上擂台，单挑来。是这一排看起来就只有我符合条件，哎、欸，太强了吧！宅男女神啊，绝对 OK。宅男女神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能会输？不可能嘛！五郎嘛，有没有？啊，宅男本人没有，宅男本人公配啊，要跟。我是御宅呢，我是本身就是御宅街哦，本身就是御宅，天天待在家里哦，阿宅的对吧？你在这个行业的领域，的地位呢？对，中上，不聊食量啊，我们聊食量，我现在有食量，好，对，这行业地位中上。怎么那么客气呢？你有什么丰功伟业？统神可以帮你啊，他就在我上面啊，所以我只能说我是中上。哦，还有这样分的 ，OK， 因为统神经营比较久了，鸡排呢？你好像台湾疏于经营哦。我最近就是因为一直在进修日文，所以疏于经营。但是呢，再怎么样，我也是2016年写真集销售冠军。哎呦！冠军，过来看看哦，他们就要来一个不一样的哦。两位在什么地方来比赛？就是我们的御宅界红人，他们要前进到哪里？御宅族经常不在家里，就在哪里？在网咖，不在网咖就在哪里？就在去网咖的路上。来，一起来看看，在网咖广播号召玩家限时10分钟，谁愿意离开电脑？哇，那很难的，很难很难。然后他广播，离开电脑，广播之后谁募集的这个爱慕者更多？的话，那你就是赢家，好不好？请看，来，谁才是御宅界红人？网咖广播号召现场玩家，到场互动粉丝较多者获胜。好歹我也是堂堂2016年写真集销售冠军，我觉得我是不会输他的。哎呦，身为一个网络直播红人，外号疯狗，你叫疯狗，告我们不会对第一。今天网咖就是我的主场。大家好，我是鸡排妹郑嘉纯。今天有一个活动，活动内容就是跟我见面。大家在玩游戏，应该也坐在椅子上面很久了，可以下来一楼动一动，跟我见个面，聊个天，还有一些准备给大家的互动小游戏。好认真哦，完全不被理会。大家都戴耳机，有听得到吗？如果你想要跟我见面的话呢，我们就在一楼骑楼见。亲爱的观众您好，好吧，亲爱的客户您好，我是张家兄弟滑起来亚洲统神的哥哥国栋。哥哥，我要在一楼举办这个粉丝见面会啊！不论你是红粉、冻粉，还是一胜难求啊，想改个运的朋友，前10名可以还可以跟我互动哦。那我就在一楼等待各位了，好，谢谢。好可爱！哎，辛苦了，辛苦各位啊！哎呦，哎呦！实在太旺，但这就是我的好机会。网咖对于我的对手一定是比较有利的。大家有什
you。那就是我召集的人在这里。哦，我挂高，挂高，我到这里结束了。哎呦，喂食呢？哦，好啊，那一颗给你。开始正式的跟粉丝进行互动了啊！什么？始终没有人跟我拍亲亲。喂，我吃巧克力。我吃，我吃。我看到了什么？天哪！真的假的啦？在我的主场呢，鸡排妹就算衣服穿的再少，他们还不会输呢。看鸡排是不是应该是赢的？我觉得鸡排一定会赢的，但是看他那个人气好像也还不错，也还不错。还有不是？还有男生跟男生男男气味。对，我们刚刚到底看到什么东西？吓晕了！要不要玩亲亲啊？那好，各位正式宣布来了，到底国栋只有九个人。鸡排妹有七个，好，鸡排妹输了，奈阿内奈阿内，鸡排妹你输了，我看不懂哎，看不懂啊，如果是我怎么办？我也看不懂，在你到底在干嘛？现在到底在干嘛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就过气了吧。我就承认我过气，连个果冻都赢不了。但是异性相吸，不是，而且你是鸡排妹耶，应该也不是这个样子。原因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好，请说。因为网咖那个地方是他的专场嘛，他的主场，对，那你就通通在打 online game 嘛，有哪一个不打 online game 干嘛在那里看新闻呐？对，不可能嘛。所以那个都是哎，就是刚好是他的群众领域比较有的聊，而且国栋也够下流，我就讲啊，我就是统神的哥哥，哎，看多少介绍所有人是这样。可是我觉得他那天穿的衣服也蛮犯规的啊，要不然你露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其实七个人，我还是靠有点小作弊才累积到七个人。怎么说？怎么那么困难？刚开始只有三个人，然后我跟两个工作人员就不知如何是好，所以于是我就一层楼一层楼就巡层楼，然后问他们说：“哎，请问为什么不下来呢？”好声好气的问，然后最后使出了就是自掏腰包帮他们买台费才愿意。天哪！还要如果你愿意下来。这算自夸，一般你做成像还是输。没啦，我常讲的活动太强，常讲的一句话嘛，这个常胜将军之所以会打胜仗，不是因为他会打仗，而是他懂得选择战场。就像蓝波一样嘛，他只要进入森林，进了森林，我就是王。哎，他蛮特别的，活动看久了以后，变成没有那么讨厌了。算是亲民，到底多讨厌？来来来，活动由你来操刀，你来，因为是赢的人，你来执行。十二码球点球，十二码非常关键。你忍心吗？这太难了吧？要，但是你还是要处理。要拉，这超级耶！太像可爱，太像可爱。啊，一条一条，这一条就好了。啊，但是拉的时候小心，不能哦，不能回丢。哎，没问题，不能回丢，高一点，再下来一点。这会很痛吗？会啊，你会倒数吗？会，没会。好了，我数到一二三，然后再放，好不好？再低一点，再来，再低一点，二。红了啦，一条了，一条了，我也不同的怜香惜玉一点，这就是宅男的特色。好，丑女是宅男的特色，因为他们太宅，交不到女朋友就丑女，就有一种仇视心。没关系，君子报仇三年未晚，好吧，下次有机会再来。